啊，所以讲吼，老岁仔人甲你讲话拢是白话，但是吼爱修客，就看客嘛是爱功夫有一辈啦。哦，这话拢有韵调的呢，啊，有甲听客无？有记客无？有啊，啊有记就无你啊，都是家己的，家己咬，家己口去滴，吼、哦。佛祖讲的话，别人讲的话，嘿，迄拢是伊的经过，嘛是人的智慧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这台语斗未来，这个韵调就斗过去。所以讲佛祖爱家己吹。我即马看来看去吼，老伙仔看来看去，真正是吹到的，都是无半个啦。哎呦，啊恁唔知点么多咧吹吼？听闻恁吹这么多年，吹去倒去啊？哈，吹到。啊，是啊，愈吹煞愈远大，惨啊惨惨惨！啊，你吹你倒。搁吹无？啊，努力意识，寂寞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下都不灵见如来呀、哦，安在什么叫做祥，什么叫做色？看起来这个无相妙道，迄、那个悟起来嘛是无简单。哎哟、哦，老伙仔人画一个图给恁看，来画一个耳廓啊，替我画一个。阿家中啊画一条。嘿，啊好啦，画到一边一条，拢同款，反正就是一半啦。啊，中啊，搁一点，哦，较大点的，迄无即卖奖金无吐较大来的，吐袂醒的，较重的，嘿。啊，日头赤呀呀，虽然过是命啊，要听的人就赶紧画来。哦，你看这点有大点无？不是蒙唐记啊，嘛不是恁的菩萨记，这点原来就是这么妙，点在倒，点在遐，好啦，点在遐，啊，点了有清醒无？记到有条条条无？有逐工拢甲收甲条条条无？吼、哦，难怪胖去吼，定定咧找无女，啊、哦，唔知倒去倒去佚佗，定定这囡仔人爱耍吼，耍啊到尾啊，拢唔知影要安怎转去厝诶，规身躯那都贵哦。诶，妈妈要甲你洗衫，你搁嫌啰嗦麻烦，爱洗身躯爱抹上门伤麻烦呐、啊。嘿嘿嘿，会袂哈？小宝宝，妈妈叫你们洗澡，会不会嫌麻烦？不会哦。你是爱干净的宝宝，还是爱调皮捣蛋、爱玩、爱肮脏的宝宝？哈，农民大哥啦，啊，啊，唔通将家己的身躯弄个垃圾鬼鬼哈，脏兮兮还不懂得回家，啊，那是怕垃圾哈，衫都紧洗。啊，那无洗年久袂清吼，这若条底爱洗就洗袂住咯啊！啊，啊，恁遮一点就甲收互点点点收互呆呆呆啊！我来请问恁啊，哦，替我老伙仔服务好啊！哈、啊，啊，恁讲有一个叫做是姓姓，好，啊，搁一个心。啊，搁一个身，哈、啊，啊，请问，恁较多时间用伫倒？心啦、啊，心哦，不是嘛？你多大个？啊，有影不是嘛？你用心，你有影真用心哦，真用心的啦。啊，难怪用到吼，恁用偌多的时间几分之几？几分之几？你用偌多的力量，用偌多的功夫，你的心去打，哈，用偌多？
你当讲拢十五分啊？哎呦，难怪上天爱降道。哦，拢用伫心内底哦，阿文也可怜爱在恶好。啊，阿文也哪爱用这么多？众生的良心计较啊！良心啊，良心计较是良心计较。如果若有良心，安尼嘛袂歹，但是佫加一个计较，安尼嘛是袂真。啊，我甲恁讲，如果恁那是将恁的时间啊，吼、哦，讲起来，生命是几十年、一万年，了么都无去想当初你还袂，搁安尼孤单一个时阵嘛是真自在，即马边啊加四个嘛是真麻烦嘞。啊，但是伊这安尼时间安尼拖嘛是几年过去啊，哦，恁看恁大家是不是安尼呢？啊，有偌多时间通个用？哦，什么人拢无法度替恁来帮忙这个生死的大代志啊！嘿，哎，如果那是讲恁将大部分的时间呐、啊，哈，拢个用起来对，哦，用得到。那个心。啊。安尼。阿要哪用？收拾啊！别讲反正。阿哪收？安怎说？会静会静吼，莫向外面去攀。安怎静安怎静？这自己家己去熬啦。安怎熬？迄人熬了唔对吼，迄是愈惨哦，愈是愈惊唔对。恁拢安怎熬？哈？不得了！不得了！不得的努力，你不见众妙之美呀！哦，我老伙仔讲出拢文章嘞，啊，看起有影比恁这安尼带这种油条的人较有学问淡薄。哎呦，这学问文章拢骗人的啦，骗人欢喜的尔啦。啊，但是骗人如果若会将迄个欢喜心甲骗出来，安尼食这个骗人的嘛是真好，嘛是美特的物件啦。哎呦，这个宗庙之美啊！哦，没有曾经去看过啊！那庙内底偌尼水的，恁都唔捌去看过。啊，就是因为不得其门嘛，不得其门啊，不得其门。哦，还要甲恁突破这个门吼，那哪有遐简单？这业力宿舍，业力如果嘛无甲你磨。无啊，个话，头你安尼透，听，艰苦。为什么叫做急啊？爱急。头你无啊到最极点的时候啊，嘿嘿，迄烦恼在变作菩提啦。啊，但是无啊到极点吼，如果你伫修无啊的时阵，你是落着你这个心胸吼，安尼个菩提嘛见袂到咧，啊，就白活呀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恁老师安尼甲恁拍开点吼，有够好诶，好可惜吼，啊都无人去找咧，无人入去来做乘凉一下咧。嘿，看起嘛有影真可惜，无太无啊叫大师吼，传家这个大道暗风有缘人啊，有缘诶人拢要来找啊，爱有这个智慧，爱有这个根基，爱有食这个观照诶心，才有法度啦。啊，请问大海内底有鱼无？有对无？大海内底有鱼哈？鱼内底安尼怎样冷甲烧无？无？阿妈，你是不是鱼？你嘛唔知？嘿嘿嘿个人自味自己知哦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人迄鱼吼，迄是一大个所在啦。恁有恁的因缘处所吼、哦，人有伊的因缘处所。啊，你甲看卖啊，迄大海内底鱼，如果那是伫海面上有风台、有海影、有日头晒，各种的情形拢有。
啊，伊内底嘛是照常在烧水，嘛照常在生活呢。伊伫海底上深迄个所在，伊嘛是照常生活，啊，真好势呢。啊，咱若无讨海嘛，毋知影鱼到底是安怎在生活。啊，咱都毋捌做过鱼，伊早捌做过啦，袂记个名啦。嗯，五点啊啦，五点啦，有没有悟到？有。最平静的那一点啊，你们都没有常住下去的雄猪啦，不能常住在那里面啦，所以说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光啊、哦、我常住哦，常住在那个住性里面，所以说你不能见到自己的光，自己的光要怎看得到，嘿，所以讲，不宁安住在心，安宁心地心力所不足。嘿嘿嘿。啊，就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嘛在食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吼、哦、起心动念的行迄个分别啦。当然烦恼痛苦嘛是伫即搭尔，啊，你遐好哇，你后摆转去嘛是转去食尔。嘿嘿嘿。虽然是讲。后摆有佛祖甲恁接引啦，但是接引和恁方便一个所在，嘛是讲阮这个进修进了大学的进修门里面去啊，拿了文凭出来，你要就业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实力啊，对不？嘛是爱靠你的实力啊，啊，师资是一良优等的，一等的优良的，哦。啊，你进去里面的环境是最好的，哦，环境是上盖好。啊，但是哦，这个学生如果那是无用心，伫内底混混，嘿，啊，后摆出来嘛是都爱靠恁家己咧。嘿，嘿，这点啊，我老伙仔希望讲恁的当家俩去甲修啊，啊，唔能修唔到，迄、那个门嘛唔能去修唔到，无会变作斗鸡眼。嘿嘿嘿，修迄个修哈，哦，啊，这都要自己慢慢来去想哦，这个吼、哦，这个也不能揠苗助长，嘿嘿，你恁自己哦，啊，到一段时间老岁仔再出来来跟恁讲，哎，啊，这都要看恁的程度，步一步来靠发度，嘿，老岁仔会讲跟恁讲的，只是叫恁讲吼，嗯，比未来佛，啊，未来进前啊。恁都要先替家己铺一条路，其他的路，未来地佛文化的时阵，你较袂错过机缘呐。这个时阵是替恁家己来铺一条路。啊，如果你的这个时阵那是无用功，哈、啊，用迄个功夫啊，嘿，到时阵啊，啊，真的是当面啊，错过良机，你那想着要反悔都来不及吧？啊，一句话来讲，讲来讲去也是生死自己了啊，真的是生死自己了啊！想想你的心有没有了掉，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超生了死啊！嘿嘿。想想自己有没有帅气性接重劫，安尼就知影你家己会发到他个登入逆天无啦，安尼就知影啦，免讲啊偌济。所以讲啊，啊，老岁仔人甲恁讲一句话，加减啊，热心，加减啊，热心，变哪是啊？啊，叫做色啦。加减啊捏，啊捏到尾啊，就捏出你家己一捏出来，鱼啊一捏拢你家己食，啊捏心到尾啊，就捏盘，啊但是心爱捏哪的准啊，捏哪的不准吼、哦，吼、哦、生死流浪，苦海无边，永远拢是轮回不止啦，好，先把我这个讲完之后。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，你们可能会比较清楚。哎，
讲道的人要悟道，但是不能悟道也帮助你去悟一点点。嘿，上去讲，我老黑啊，听看恁讲了的程度如何？嘿，讲出来拢是文。